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詹老师。今天我们要来念一个绕口令。这个绕口令很有趣哦。它的主题是灰鸡与飞机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念一念吧。灰鸡想飞，飞不上去。飞机想走，走不出去。灰鸡看飞机，愈看愈生气。为什么飞机飞得上去？飞机看灰鸡，愈看愈心急。为什么飞机不如灰机？好，各位同学，请你们念一念绕口令，然后记得录音哦。你们都很棒，加油！